됩니다. 我们做演戏的话，会有排戏噶。冇错冇错。其实咧，咁你做演艺嘅website咧，其实即系好多才多艺。咁其实，我哋即系好多学生咧，即系好多入世未深嗰啲咧，就揾下我做咩好咧，我读咩好。 无端端睇到呢个website，好无端端嘅，哇，咁靓嘅，好黑啊，好似人生充满希望咁，好似我哋咁啊，变咗佢哋就选读，即系读呢个演艺学院嘅一个课程。咁呢个真人真事嚟，因为佢哋个 PR manager 话俾我听，咁一路都有咯，系啦，因为睇咗 website 就好想去读演艺。 咁變咗我哋都可能會去報嘅，下禮拜。咁啊，到時候就如果我哋真係有機會上台演出，就再嚟啦！多謝各位，記得啊支持支持。